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小的现场。在讲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希望大家在讲的过程中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后面站着听众，这里面都有座位，可以找位置坐一下。为同济人打开一扇窗，甚至推倒一堵墙。欢迎大家来到第1483期人文讲座现场，这是同济校区的第33期人文讲座。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史瑞明老师，大家欢迎。那么，相对于经济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发展得太慢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必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必将导致上层建筑的摇摇欲坠。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史瑞明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到这个科技大学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老实讲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呢，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我们呢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呢，来给大家解渴啊，这个只能简单的谈谈我自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解啊，以及一些基本的思路啊，这个可以争论啊，也可以批判啊，摔板砖也可以，是吧？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解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别自己呢说我们自己是什么国家，我们自己当然说得很坚定了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共产主义呢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有多远呢？不知道，我不一定见得到了，在座各位可能有希望。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崛起之后西方人怎么来说我们是什么啊？我们别说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来说说西方人。那么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啊，亨廷顿呢写了一本这个《第三波》啊，这个《第三波》里头呢，从他那开始呢，西方的这个政治学，尤其做比较政治研究的人呢，就倾向于呢，把世界上的国家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民主国家啊，或者他们叫巩固的民主国家啊，这是亨廷顿所说的第一波的这批国家啊，包括美国呀、英国呀、法国这样的国家。那么当然这一波里头呢，后来又得把这个第二波的日本呢、德国呀也要算进去啊，因为他们的在制度形态上尽管跟第一波的国家呢有点不同，但是呢他们认为他们还得算在民主国家里头。那么第二波里有些国家呢可能是有问题的啊，比方说印度啊等等，这个到底往哪算啊是有争议的。那么当然第三波，尤其从1974年以来的这些所谓新兴民主国家，他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啊，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要不就直接叫新兴民主国家，要不呢就叫半民主制国家。为什么叫半民主制国家呢？因为这个他们觉得他们并没有达到西方这个巩固的民主的这些国家的基本形态，经常会出现倒退或者是乱局。那么这种国家呢是属于呢转型期的民主，这个民主呢又不是很可靠的。好了，第二类有了，第三类呢
威权主义国家。那么威权主义国家呢，大多数的国家呢，在民主转型之前呢，都被他们定为威权主义国家。这个威权主义国家呢，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法西斯主义的，注意啊，这个我们得离它远点啊，德国呀、意大利呀、啊、日本呢，这个威风的威啊。那么这个呢是最坏的一种，最坏的一种啊，以及呢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某些军政府，都算在这一类。第二类，共产主义国家，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啊，这个阵营其实蛮大，好大的一堆。那么这一堆呢，后来就开始出现分化了，啊，最有标志的呢是苏联解体了，蹦出一堆哥们儿来，这帮人呢就也得算作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但是呢它原本是威权体制，这是第二类啊，基本上倾向于把我们呢伟大的中国也算在这一类。第三类呢，殖民国家啊，殖民国家，殖民国家呢就有一个争取国家独立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民主解放运动啊，他们叫做独立过程啊，是这一类国家。但这一类国家转出来之后呢，要不就转成了没有啊独裁统治的啊，没有这个殖民主统治的独裁统治，甚至集权统治，要不就变成军政府啊。当然也有一批呢开始向民主转型，这么三类国家。那么这个三类国家定了之后呢，好像就定死了，定死了之后呢，这个研究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大家会发现，在国家，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国家转型的话，如果民主啊，我们这都是如果哈、啊，如果民主这个浪潮是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必须经受的洗礼的话，那么这个转型一定是以民主为标志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民主的转型呢？他们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拿出来了三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经济指标，如果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个转型就开始了；如果达到3000美元，这个转型就趋于成熟了；如果达到5000美元，这个转型就要定型了。这是从经济上的来分析。那么这种尺度呢，分析了很多国家呢，好像都还符合，都还符合。而且最根本的变化是在人均3000美元上下就要出现重大的变革。注意，这一条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来了，我们现在就接近3000美元了，我们已经过了1000美元了，早过了，我们现在就接近这个坎了，那就要有巨大的社会变化，就是转型要开始了。但它要是不成立呢，我们就不必担心了。那么这样的这个结论出来了之后呢，这是跟经济紧密挂钩的，跟人均收入紧密挂钩的，这是一类，这是一种观点。第二个观点是经过对整个民主化过程的研究，大家会发现呢，好像不是这样，是所有的或者叫做亚洲的国家，相当多的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之前，并没有出现民主转型。韩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那就会说明是叫做先经济后政治，而不是先政治后经济，这两个关系呢倒过来了。最后呢，到了这个世纪初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现象居然在亚洲是普遍现象，不是独特现象。这问题出来了，你那个1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还有没有用？好，那么就接着又来了第三个标准，就是所谓如果说一个社会要走向民主，走向转型，一定会要出现一个非常稳定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出现表示了
整个社会啊从集权体制之下解放出来。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呢又被西方人呢给列出来了，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更不要说行动自由等等一系列的自由。那么没有这个自由就没有这个公民社会，没有这个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就没有转型，这说的也很绝对。但是呢放到各个国家去研究发现，新闻不自由的地方民主依然在发展，转型依然出现了，又怎么解释？就很复杂了。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开始来研究另外一个问题，除去这个外有没有一种新的模式不同于这种解释。首先就来讨论亚洲和拉丁美洲、非洲走的是不是同一条路。这一研究就发现很多人都认为亚洲包括在日本在内的亚洲的发展模式好像既不同于欧洲、美洲的北美啊的资本主义这些国家的发展形态，又不同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形态。于是就有人公开提出了一个叫亚洲模式，而亚洲模式的核心就是先经济后政治，先经济发展后民主转型。这个一成立就引来了啊大家就争论了，尤其在这就成为比较政治学里头争论的最激烈的一块，有同意的啊说事实就是这样的，有不同意的说民主是普世的啊，亚洲标准只不过是一种为威权统治辩解的一个新的说法啊。这个争论呢我们今天不准备再展开了啊，我只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呢把我们算糊涂了，我们不知该算哪儿了。好了，那现在呢就算有一个亚洲模式，中国在亚洲模式里头，中国跟这些亚洲的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样吗？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一样，那就应该有一个中国模式，又跟亚洲模式还有区别了。为什么不一样呢？中国依然保持着共产党领导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让所有秉承亚洲模式的一些国家都感到惊奇。那怎么解释中国？中国算什么？所以现在要开啊，你们可能接触的不多，我们要开讨论会上大家总是对这个中国怎么定性，给中国叫个啥啊，我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的提法：后资本主义中国、后威权时代中国、后儒家中国、后民主时代中国啊、威权主义转型时代中国啊等等，好多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老离不开那威权主义。那么到底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提出来了，有没有一个在世界里面整个世界发展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有一批学者很致力于来研究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好啊，这是拿来主义，当然我也在里面搅和着啊。潘维教授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来研究中国模式，有很多的学者呢开始自己在做中国模式的研究。那么按照我们七七八八的讨论，我们会认为假如啊，我说是假如有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模式应该有四大支柱。那么这个四大支柱是哪个四大支柱呢？第一个一定是经济发展模式是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由北京共识为证，所有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路啊，而且它这个
经济学上的解释可以不完全同于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啊，老实讲，这个任务应该由我们经济学家来承担继续解释的功能。但是我们会至少承认，这个模式，这一只脚是站住了。啊，大家都知道，现在金融危机来了，这只脚就重要了啊。要是根本这只脚不存在，就不存在我们还要到哪哪去争发言权，啊，我们还要承担国际义务，啊，说明经济上的在世界上得到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第二个支柱，啊，第二个支柱，文化支柱，文明支柱，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的文明，它一直延续至今，它能不能现代化？作为支撑中国模式的一个文明体系，能还是不能？当然我们的解释应该是能。可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精神，当代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就非常难解释。我们在这里头包含了多少西方的东西？不知道。包含了多少人类共同需要的知识精神？不知道。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文明本身的研究，因为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痛失了方向。到底中华文明是回到于丹们说的那些东西呢，还是我们要找出中国文明的真谛？是个大问题，是个大问题啊。但是至少这个文明或者中国文化在支撑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点上，我们得承认我们还有距离。那这个呢，就算一半。如果它算模式中间的一级的话，它算一半。第三个，社会支柱。东方社会的理念以及东方社会的结构不同于西方社会。那么东方社会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啊，是拿尺子量不出来的。它是一个社会潜移默化的运作过程。至少我们还承认，今天在大中国里头，台湾和香港的公民社会基本形成，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形成。我们现在还在争论，我们是应该以阶级来区分人群呢，还是阶层来区分人群呢，还是以职业行业来区分人群？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公民来具体的来区分人群呢？这个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接往前发展。那么这一集应该说是最差的，是最差的。那当然最后这三个呢，按理说我没发言权啊，这个都不是我的专业啊，尽管我过去是学历史的啊，我都不倾向于我要去谈文明啊，谈社会更谈不来啊。那当然到第四个，也就是到底在政治发展中间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大家就要来争论，如果我们不管你的先经济后政治啊，还是先政治后经济，至少我们会承认啊，我们的制度形态在全世界中国人对政治制度的贡献不能是零吧，我们这套制度不能说是完全不合理的吧，但是它的合理成分何在，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来研究这个问题啊，来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会承认，我们的政治发展模式，第一不会跟西方的所谓已巩固的民主国家完全相同，第二大约跟亚洲模式的相当多的国家也不相同，第三跟香港和台湾还不一样。那我们不是怪胎了，中国特色是吧。那好了，我们就来解释中国特色。好了，那么大家就会说了，你讲这个中国特色肯定是特色了，
是吧？那么你这个中国特色，那为什么我们老要提政治体制改革呢？那我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老要提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一个政治体制它要解决就是三个问题，很简单，就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谁来管理？第二个，怎么管理？第三个，如何评价这个管理？基本就是这三个问题。咱们把问题呢，尤其啊，咱们工科的同志们、医科的同志们，愿意简单一点，咱们搞点公式化的东西。我觉得问题别谈复杂了，都谈晕了，一出威权主义把大家全威权出这个教室去了就没意思了。咱们简单一点。其实谁管理这问题，昨天讲，我们用选举制度来决定了谁管理。啊，谁来管理？怎么管理？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了。可如何评价这个管理，又也要来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坚持我们现在的谁管理，人民权利的行使由代表和代表选出来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来行使。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不质疑的话，我们就已经解决了谁管理的问题。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怎么管和怎么评价，是这个问题。好了，那我们会承认我们管得很好吗？大多数人都会摇头，我们没管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的那种一统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过来，那么我们又想发挥社会的活力，我们让它活跃起来啊。那这一活跃起来呢，又管又活跃，我们老在这种冲突中间呢跳舞，我们很麻烦。所以呢，管理者不满意，被管理者也不满意，那就得改了，是吧？一定要改改吧。那改什么呢？既然有不满意的地方要改，那改什么呢？好，改什么就是我们第四个，我们要说说要改什么。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改什么，你们可以不同意，是吧？但是我要给你们数一数我们要改什么。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吗？不能改吧，是吧？大家都知道四个基本原则，是吧？不能改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改，只是说他怎么来领导啊，这条先 OK 过去了。第二条，我们的政府体制要改吗？要改哈。怎么改待会儿再说，大家觉得是要改。好，这个肯定是要有，至少它会有应该改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不要改呢？那这种改要改，这种改是把它干脆扔掉变成议会制呢，还是说只是对它进行功能方面的再造或者是相应的变化呢？那接下来民主区域自治制度要改吗？好像大多数人不同意改，因为再改就是改成原来苏联实行的民主自决制度，再下去干脆就分裂出去算了。至少我不会同意啊，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同志也都不会同意。我们选择了民主区域这种自治制度呢，应该说它还有相当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说把这个制度也把它扔了，大约也不现实。那这么算来算去，好像就没啥可改的了，就剩下一个政府体制了。问题不那么简单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把这个所有政府运作起来的一个具体的承载的东西，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改变其实是从1977年就开始，到现在已经变到说我们今天的政策体系跟过去完全不同，那你们不要紧张。
所以呢，好，我们就把这个列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说，哦，至少先别说说党了，然后说说政府了，人大呢就算了，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啊。那么我们还要再说说基层了，最后说说公共政策，啊。好，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改，坚持，但是党自己要不要发展？我们的回答，啊，这不是我的回答，是胡总书记的为首的党中央的回答是要。我们也觉得需要，那党往哪儿改呢？党往哪儿改呢？那首先，我们党提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以扩大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注意啊，这个不是随便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与法治改过来，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叫做啊，扩大人民民主，推动党内民主。在这个时候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关系是以人民民主来促党内民主，大致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到了90年代啊，因为形势的变化就改成了啊，坚持人民民主，这个推动党内民主，这两个东西呢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并行的关系了。到现在十七大又提出来以扩大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现在党内民主跑前头去了，这不是文字游戏啊，这是一种道路的选择，表现出我们对党内民主啊中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且也确实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行动，比方说啊，不管这个行动我们怎么来评估，党代表常任制啊，比方说基层党委的直选，比方说啊，党内包括这一次高层领导人员的这个扩大范围的民主测评，谁进政治局，谁进中央委员，啊，等等都在做。够还是不够？当然，对大家的期望值肯定希望我们党越民主越好，是吧？那当然这里头就啊有一个争论了，是吧？就是党内和民主和人民民主到底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还是一种并行的关系，啊，有人认为呢，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党内民主问题。天津大学的南开大学一个教授就这么认为，他说国家的形态，最高的民主形态就是国家民主，嗯，所有的民主都依附于他，什么搞出一个党内民主来，莫名其妙。当然这都可以争论，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推动党内民主发展。尤其是用党内民主来解决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员的产生问题，啊，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所以呢，接下来呢就会啊发生更大的问题，就是说发展党内民主到底它要解决什么样的关键性的问题？啊，一种人认为整个共产党的制度要从列宁主义政党的那种既有制度中间转移出来，变成一种制度结构的重构，啊，把它的这个刚性服从机制变成一种柔性的上下互动的机制，这才是民主，这是一种看法啊。持这个看法的人呢，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啊，中山大学的任建涛教授，啊，他就持这个观点啊。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认为实际上党内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资源，啊，就是所有的行政资源其实都变成了党的资源，那党怎么在这里面来分配使用调度这些资源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呢他就提出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就是用民主的形式来分配党内的领导资源，这是湖北人啊，徐勇教授提出来的，啊，徐勇教授提出来的，嗯，
另外，有人老话重提，认为党内民主如果真的走向民主的话，还要回到我们老问题上，就是党政分开。啊，就是党政分开。这是现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三派观点，啊，三派观点。那么就因为这个观点不同，就形成了对党内民主到底如何发展不同看法。我们一般罗列啊，就把它列出来。一种看法认为要落实党员权利，在党内先实行普选。什么意思？总书记党员直选。你们认为还有多远？当然我认为比较远，但至少有人提出了这个观点。7000万党员为什么不能自己选择我们党的领导人？哎，不选主领导也行啊，至少那个委员总让我们选选啦。或者咱们再说的更干脆一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党的人民代表，党的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你要让七千万党员选出来吧，不是那个间接的、层级的、慢慢的带指定性的这么选吧？啊，当然，这个是跨度较大了啊，但是它的根基是落实，就跟落实我们每位公民的选举权利一样，要落实每个党员的根本的权利，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强调党代表的作用。因为过去党代表就干嘛呢？就是给你糊弄出来之后呢，选一个党委会，您就解散回家，该干嘛干嘛去。那么现在呢，就希望呢，有人就希望呢，把它变成常任制，跟人代会一样，啊，来监督党委，啊，并且开始在县乡两级大规模的试行党代表常任制。现在又推到市的一级了，我们对党代表常任制进行过专门的调查，实际上我认为党代表常任制俩字没用。为什么呢？你监督党委，党委如果是党代表直接选的，你可以监督，但往往你只选举这些党代表的委员，你并不选举书记，书记是在里面指定好的，或者是上面派来的，你也不可能罢免他。你做出来的重大决策不会像人代会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没有，只是建议，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所以这种会就变成一种开会游戏了，3个月开一次会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听述述职，然后提提意见，散会，下次再来，然后就不再要开了。因为党代表也觉得没劲了，老来什么啥事儿啊。我是比较怀疑，但是有人认为真把这个做好很有意思。好了，我倒同意一个观点，如果说全国的党代会是常任制，2000多党代表天天盯着中央委员会，那可能有意思。如果不是那个，那可差点，那沉积太多，沉积太多，嗯。那么当然，啊，第三个呢，又是说了，啊，其实那玩意儿不管用，那咱就说第三个，就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通通实行，啊，差额选举、竞争选举，还要扩大党外人员的选举，党外人员参与党内选举。其实党外人员参与党内选举这种做法呢，我们早在很多地方都在实，从96年以来就开始实验，啊，现在呢，在很多地方已经制度化了，就是在选党支部书党委书记之前，听老百姓的一个意见，啊，可以是公推公选式的，也可以是投票式的，也可以是打分式的，都可以，啊，这个早就在做，但是这个不具法律效力，啊，最后还是要到党代会上去选。那么，如果在党内实行竞争，尤其是实行差额选举，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嗯，大家只是说把它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啊，
老实讲比较麻烦。我们就任命一个党委书记，我们不是任命双书记。你说咱这俩就争上了，争上了之后我下来了，我怎么办呢？领导上去了，我下来了，我是走人还是我当自己的副书记，当党委委员？很麻烦，而且很可能有人担心是这样会造成党的分裂，党内就拉派了，啊，党内就拉派了，以及后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啊不好的操作。那么第四个呢，就强调啊党务运作公开，啊要强调啊党员知情权的落实，这也是一个办法，其实也在做啊。那第五个呢，是强调各级党的机关关系规范化和制度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出现过分强势的部门，比方说组织部、宣传部啊，这个统战部啊等等其他的东西，你这个东西都说清楚了，谁负责哪一块，不要越权，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来，以及各级组织之间的关系要讲清楚啊。我们现在呢，说是一说党的领导啊，其实就变成书记的领导啊，一把手的领导，所以我们现在老提出来一个问题，一把手难办了，一把手出问题底下怎么办？底下就一窝端吗？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建议啊。第六个呢，啊，这是跟行政部门学的，就是对党的组织决策等等呢，要实行一个责任追究制度，并且呢，把民主集中制呢更加细化。我们现在的民主集中制呢，我们往往是强调的是集中而不是民主。他提这个建议的意思是民主集中两个手都要硬，都要把它制度化啊，真的形成多数人而不是一个人决定，真的形成科学决策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最后当然还有一条，这也是啊要求党政分开的人认为重新重提党政分开，而且尤其要防止地方出现党政合一的趋势，这待会我们就会告诉你什么叫这个趋势啊，七七八八这些东西。那么今天呢，这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啊，我们点到为止。党内民主的问题呢，留给大家去做思考，待会儿提问呢，我也可以来解释解释，但基本上是不回答的，尽管我是中共党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了。刚才有同志们都很认可，我们政府一定要改。那么政府一定要改呢，那我呢希望大家呢从两个角度呢来看一下政府呢应该怎么改啊。那我不想把原来准备的东西呢一一讲给大家了啊。第一个角度呢，我们是要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改啊。那我们这些定义啊什么的，我们就反正这个东西考在这儿，谁要有兴趣呢，大家就来把它考了，是吧？我们就不在这儿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了。我们呢就这么溜达一下，大家就知道啊，这有一些不同。我们就来说一下，一下就跳到了四，就是在比治理更高的要求呢，啊。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是一个啊所谓善治的要求。那么这个善治的这个要求呢，啊，它实际上呢，它强调了六个重要的特征。一句话告诉大家，治理是什么？治理是一个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大家掌握住这个就行，因为它强调是各方参与。而不是只是说整个治理就是政府行为 ，no， 要各方的互动，啊就行了。那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善治，啊，善治要达到的这几大要素，第一个合法，啊合法性，啊就说政府啊以及参与治理的各个主体要合法，啊要合法，啊。当然怎么理解合法性，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啊，但是至少它作为善治的一个基本标准提出来
第二个透明，这个大家不会存在争议啊，一个好的治理形态一定是透明的、公开的，不是黑箱的啊。那么信息越透明，治理水平越高。第三个责任啊，强调治理者的责任啊，强调治理者的责任，甚至啊把它推向比较严密的问责制。第四个法治，其实呢在归纳这个，俞可平在这个方面他也提出来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法治和这个合法性呢可以合为一个，但是呢把它分开啊，强调啊依法，尤其是依据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展开所有的治理行动啊，这个还不光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多年没有法治传统应该重点强调的一个特征。第五个回应，其实回应和责任和透明又有重叠之处，但是他强调的是啊，对公民甚至对全社会要及时做出反应，尤其是对他们的利益诉求及时做出反应啊。最后一个有效，而这个有效呢是全世界都难解决的问题，怎么来测量一个治理或者叫政府的管理行为，咱们单纯一点啊，是有效的很难，所以西方呢用了各种模型来研究效率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很难研究我们政府的效率问题，所以我们呢就把它化为成本问题啊，化为成本问题。比方说一个事情我们付出了多少人力，最后是什么收效，但是这样的评估其实也蛮难做的，但是提出来一定是要有效性啊，这是啊治理啊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特征。那好了，既然是这样，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央反复强调我们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关于服务型的政府呢也有很多人给出了非常多的定义啊，以下是我自己给的定义啊，有的是抄来的，有的是啊偷来的，但是也有我自己认为我把它塞进去的啊。首先啊，我认为服务型政府啊，服务型的政府啊一定是一个啊有限的政府。关于有限政府和全能政府的争论啊，我们过去，这是过去无论是行政学还是政治学都在争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政府的有限政府的这种模式，我们把它从西方的理论中间挖过来用于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就是政府不能整个社会所有的事情全归你管，一定要把一部分东西让渡给社会自己去管，这就是有限政府啊。那么这个应该说啊，这是我们啊在对政府形态认识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步。那么接下来一定是一个责任政府啊，一定是一个责任政府，负责任啊，负责任。那么负责任和它本身负责任，它既要强调监督，还要强调问责，那么他还要来回应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责任政府啊。我们所有一个同志就责任问应政府呢专门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当然还被人批判了一通，说你这是拿西方的观点来说中国，我说你叫接着做下去，就要把它讲到中国来啊，中国凭什么不建立一个责任政府啊。接下来啊，服务型政府应该是讲究民主和法治的政府，这是针对我们来让西方人啊少说威权，我们强调民主和法治，我们已经从威权的体制下走了出来，我们要走到民主和法治的下形态下来，那么就要所有的方法啊，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就要强调，大量的强调
民众利益的反应以及政府的回应。那么接下来呢，第四个呢，服务型政府呢，一个一定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啊，尤其是均等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府，这一条很难做到，因为我们过去欠账过多，尤其对农村欠账过多啊。那么现在我们强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啊，恰逢其时啊，恰逢其时，关键是你愿意不愿意给。当然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由谁来参加这个提供服务的过程。第五个，我们会承认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个有效政府，这就跟刚才所说的有效性连在一起了啊。我们不能说是一个高效政府，但是它一定是有效，一定是有效的啊。那么他一定会注意管理成本和他的所谓成果效果的这样的啊关系，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定要认真的考虑。最后这一条大家提的比较少，服务型政府啊应该是注重公共政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府，这个我们会待会儿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来讨论啊，为什么是公共政府，为什么是公共政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拉来一个说法啊，大家可以去查，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我们的政府说了以下的话，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政府呢，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啊。你们拿温总理这个提出来的这些话来套套我们刚才所说的责任政府啊，服务型政府，你会发现啊，意思是一样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从一个过去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政府是干嘛的呢，中国传统观念就是牧民啊，牧啊，没理吗，放牧的牧啊，放牧的牧，就跟羊一样，咱们都成羊了，人家牧子咱啊，这是过去的主要指挥。现在改了，服务。而这个改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我们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啊，这个变化不是很容易。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了，既然我们是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那我们距离刚才所说的那个服务型政府的这个各种解释，我们有多大的距离呢？如果找出了这些距离呢，那我们就可以改了，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改什么或者不改。好了，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怎么个改法。第一，机构改不改啊，同志们都说可能机构要改，改成什么呢，大部门制，而且大部门制已经开始改，去年开了会之后到今年为止，各省的机构改革方案已经都经中央批准，全部开始实施，因为中央的部委压缩了。但是我们压缩了之后，我们这个所谓大部门制是真的大部门制吗？还不是，还远着呢。而且改了之后也改出一些新的问题来，比方说有些部大家认为该设的他没设，有些部大家认为呢现在设了有点奇怪等等。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改起来再说。因为我们的机构改革从来就是两条路，一条呢就是循环式的啊，一会儿膨胀一会儿说反正要改了就缩一下然后膨胀再说，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就是摸，咱们再摸论，咱们就摸着石头过河，是吧，有啥事咱们就摸摸它一个出来，是吧。
那么其实呢，我们除了正式的部委体制建设之外，我们还有各种的临时的机构设置啊。一会儿这个领导小组出来了，一会儿那玩意儿出来了，我们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少。而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出来呢，又都要求所有的部委抽人来组成。所以我们老是在这个机构改革的问题上呢，在这儿反反复复啊，在这儿折腾啊。那当然我们希望这一轮的改革不是折腾，不过可能呢还是折腾。就是说我们的机构到底怎么设置合适，其实它是要解决一个我们怎么来构建一个新的条块。因为中国是一个条块的一个结构啊，实际上条块越少啊，好像是效率越高，但是呢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如果条块不够就可能变成失控。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当然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减少政府层级，除了机构要动以外，我们动不动层级。好了，动层级的观点早就提出来了，甚至有上海的同志们真是跑得快啊，画出了一个图，还给他公布了。这个图是什么呢？全国撤销了市，所有的市没有了啊，变成了50个省，21个直辖市，剩下就是县了，县辖什么县级市统统都没了。他把这个东西就给贴到网上去了，而且说这是跟民政部同志讨论过的，民政部赶紧出来说，那不是我们讨论过的啊，这是只是一个方案而已喽。当下有的省就急了，为什么急了呢？江苏省的苏北地区以后可能变成苏北省，全剩穷地儿了，一个好市都没有。他们说是中央是这意思吗？中央说从来没这意思，你们不要担心。但是要搞掉市这一级，是很多学者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因为市它上县省下西县的这个资源啊，养了一堆人在那儿不知道干嘛，要把它搞掉。还要把谁搞掉呢？把乡镇搞掉。把乡镇搞掉的理由呢，是我们乡镇供养人员现在啊，按人头领工资的1800万，这么庞大的人，我们要养着他，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化解掉，不要乡镇，行不行？还有一个理由，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这一级政权，不也管得好好的吗？我们干嘛要用1000多万人？其实1000多万人里头只有400多万人是公务员，剩下的都是事业编制，就在那儿昂着头等吃饭。当然我们也没说他们啥事没干，是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机制，要把它打掉吗？是不是我们中国要变成三级呢？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层级要不要减少，要不要减少。那么如果减少的话，大家有人做出了一个评估，我们就会真的要动什么呢？省一定要动。如果把市取掉，现在的我们的这31个省啊，直接面对县非常困难，可能真的要变50个省甚至100个省。50那个数呢跟美国相似，好像有点抄袭的嫌疑，咱们搞成51个啊。但如果把县拿掉，我们现在是2980多个县，如果把乡镇拿掉，我们至少县要翻一倍，我们要翻一倍。为什么？县域管辖太大，无法直接面对村，因为你没有乡镇了，你就要面对村了，就是自然村或者是村民委员会现在这个村。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啊，我们高兴画个图就能把中国给画出来，不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些问题呢要研究，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通过改层级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啊行政问题呢？提出来给大家考虑。第三个，问责制，大家呢都欢呼问责制，都认为问责制确实很好啊。而且问责制呢，我们还真的啊，大家有很多是同志学医的，我们真知道
这个问责制真正出来是 SARS 啊，是 SARS 来了，我们很不客气的把某两位领导人就给他失德了。当然失德了之后呢，又认了，又失德了。孟学农同志真是运气不好，先是 SARS 失德了，然后呢又煤矿又失德了啊。那不管怎么样，问责制问到这个层级啊，他是出来了。但是这个问责制，我个人认为有三大缺陷。目前我们的问责制，第一，没问对人。因为我们出的重大问题，在党委负责制的情况之下，党应该是第一责任人，我们所有的事情也是党是第一责任人，书记第一责任人，结果出了事儿了问第二责任人。我当时就问责制一出来，我说当时怎么不把刘七开了，怎么把孟学农弄上去给干掉了，出北京出这么大的事情，刘七同志不引咎辞职啊。这底下搜索啊，不是我对刘七没意见，我是说制度啊，你问对人了吗？那现在的问题是说，谁还敢管安全生产，谁还敢管医疗卫生，这容易出现的问题，出现问题的地儿，您要分管你就倒霉，不定哪儿就出事儿了。尤其山西那种地方，说他个煤窑，我这官就没了啊，三鹿奶粉出来我这就没了，是吧？这太，你说这个第一问对了没问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谁来问的？即便是问对了人，我们从责任体系上来说，孟学农是谁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要由谁来问责？人大代表问责，对不对？我们是谁问的？国务院一声令下，党委发一个中央发一个指示，他就对不起了，人大赶紧开个会说这个人就给免掉了，这对吗？谁来问责？第三个，怎么启动问责机制？我们现在的问责基本上是媒体启动的啊，和政府自己启动的，人大干嘛去了？谁来启动？另外民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一堆问题。所以呢，问责一定先把责任弄清楚了之后再说话。所以中国现在的问责，因为我们实行党政人大这么多种体制的结合之下，老实讲，这种问责就是一笔胡子账。如果我们想糊涂的过日子，我们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光从行政改革上强调问责制，对我们的行政官员不公平，是这个问题吧？我并不对党委有意见啊，但是我认为机制上要重新来讨论责任问题，重新来构建问责制。当然这次终于厉害了一点啊，我们真不客气了，石家庄市的党委书记也给干掉了。但凭什么干掉？就又来了，还是这个问题啊，不就是事儿闹大了吗？他也觉得委屈啊，是不是？就是事情闹大了，弄他出来不够分量了，我也搭上了，他总是这个想。所以你被问的人他一定要心服口服，是来服从你这个制度，是吧？好，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很难办的问题，就是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本身到底包括公共产品，政府承担多少，怎么承担，社会要不要承担，群众自治组织要不要承担，甚至个人要不要承担，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讨论清楚。为什么？我们其实呢是不想把它讨论清楚，我们宁愿说有一个全能的政府说，哎，我都管了，这最省事。但是管得了吗？这么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所有的公共产品一律由政府来提供，累死了。我们别说全世界现在第二了，我们全世界超级第一，超过美国，全中国13亿的所有的公共服务产品等等，通通由政府买单，你想可能？
连高福利国家现在都在后退，我们还离高福利国家还远着呢，能做到吗？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就来讨论如何有层级的来区分不同情况之下的公共产品。这是啊，我的一个博士生专门做，我也说你不要全做啊，你就做一个乡镇政府到底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这就是你的博士论文。你把这个能谈清楚了，嗯，就不错，就不错，嗯，不那么简单。那我们上面还有县级政府呢，我们还有省级政府呢，还是市级政府呢，更不要说中央的，多了，嗯，甚至我还想找一个人写硕士论文，啊，来谈谈村委会要不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如何承担。这不是该吵的吗？都该吵，啊，都该吵。那好了，下面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如何来提高政府的效率。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中国呢有两个东西呢，该改了，但是没改。啊，第一个东西，运动。中国人呢，自从建国以来，特别习惯于被运动，我们当运动员当的时间太长，而所有的干部呢特别愿意当这个裁判员和领导大家运动的这些人，所以大家很习惯于以运动来处理中国的各种事，所以我们动不动就，只不过我们今天不叫运动，运动这个词被运坏，我们改成活动，所以我们好多活动其实它的形态完全是运动的形态，动员的形态，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呢不计工本，好处绝好的就是它会发挥中央集权体制的功能，在极快的情况，在用极快的速度不计人力物力解决突发危机，去年两次巨灾我们就用这个运动模式，我们把它干掉了。美国人都惊奇，美国人确实自叹不如，更别说印度尼西亚了。那么，但是计划生育啊，农村转型也来运动啊，于是运动一下，全体种苹果，然后全体卖不出去，啊，运动一下，全体怎么样，都完了。运动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不好，还有一个不好，指标，就是我们把各种管理行为呢，到不运动了，咱进了一步，改成指标了，更可怕。大大小小都有指标，啊，你们一旦走上工作岗位，你们就碰到了可爱的指标，大到任务分解。工作量、责任、完成情况、评比、啊、获奖、惩戒，都变成指标。于是我们的乡镇干部有一个事情干嘛呢？填表。当然，在高校填的更多。高校那套混蛋教育制度底下的指标更可怕。嗯，当然，我因为不是高校的人，我可以在这儿骂，你们就别骂了啊，我替你们骂一骂。我们也很混蛋啊，社科院一堆表，填那玩意儿有屁用，但是就是要填。所以我前些日子刚跟北京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一起座谈讲座，他们就谈了问题，他说老师啊，能不能跟上面呼吁呼吁，那个下面那个下来那个表由500张变成100张行不行，我说这不是我的事，是北京市委的事，指标害死人了，指标害死人。你说指标它作为政绩的考核有那么两三项是不错的，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泛滥到说事事有指标，我们就完了，这是要改的，同志们，这个不能不改啊，我们就说这两个东西不能不改，不能不改啊，如果不把这两个改掉，我们的效率
除非在突发事件之下能够显现出来，其他时候的效率都是极低效率，而且就变成了层层骗啊。人家说了一句话嘛，是吧，村骗到乡，乡骗到县，最后骗到党中央。你拿了一堆文件一堆指标都落实得不错，底下问题层出不穷，指标还低。所以应该说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两个重要的机制的变化。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啊，用乡镇的例子啊，快快的举一下例子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我们来说一下乡镇改革我们做了什么啊，以及做的怎么样。这个问题呢，你们学校有两位老师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向他们求教啊，一个叫贺雪峰，一个叫吴怡啊，都在你们的这个啊法学院里边，都是社会学的啊，都是做社会学的，他们对于研究乡镇改革乡镇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今天我到贺老师的那个屋子去，他一下就送给我16本书，我当时就说请你的助手把他寄到北京去吧，太沉了。但是他一下就做出，这是他的博士生，他的硕士生的调查的结果，他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做乡镇的改革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的实地的考察。我们啊，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叹不如，但是当然我们也组织了啊大量的课题组在全国跑啊，对乡镇改革进行重要的评估。那么好，我们来一项一项看一下啊，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机构的改革呢，实际上呢，我们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都有争议。第一件事情，压缩，全国大量的撤并乡镇，啊，大量撤并乡镇，我们的乡镇在90年代45000个，全国现在降到34000，基本少了10000个，啊，有条件的撤，没条件的也撤，都撤出毛病来了，啊，某省不说哪个省了，4个乡镇合在一起建了3个，啊。派出机构，为什么呢？4个乡镇合起来了4班人马呀，那3班人马去哪儿呢？继续在原地执政，叫派出机构。我说您那叫派镇长，他说叫代镇长，代，就说大规模的撤并乡镇啊，并且在这个撤并乡镇的同时呢，撤并村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在这个大规模的行动中间呢，啊。来推动，这叫人为推动城市化，把本来很多不够格转向镇的东西全给它推向镇。于是呢，我们现在在很多的城市社区底下有村委会，啊，某一个地方它一直它这个一直管到山底下那块，其实全是农区，但它已经是镇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大量裁撤乡镇的机构，内设机构，比方说最绝的就是就剩俩了，管你原来7站8所什么，就给你俩办公室，一个综合办公室，一个经济发展办公室，都给撤了啊，都给撤了啊，多一点还可以4个。然后呢就大量的想压缩人，但是所有的机构都碰到了，同志们啊，人是最难办的，1800万人搁哪儿去，您知道他怎么来的，现在你把他打发走，他可是吃国家饭的。你是买断工龄吗？湖北在咸安做了试点啊，在咸安做了试点，为什么做不下去了？没钱了，每一个人要处理掉，买断工龄，你不光是要给他建保险建什么，你要买断他的工龄，一个人买断几十万还好说，100人、1000人、10000人，你买吧，把你湖北省卖了，买不起，怎么办？停吧。所以实际上整个这一波的机构改革，到现在为止，推不动。为什么？人没法办。啊，一两个办公室可以管100个人，也可以管15个人，但是那85个人干嘛去？怎么办？是大问题。而且注意啊，
这就是还有一个悖论。我们的乡镇这一级，可是他们上骗中央啊，不能叫骗，这个太不好说。他们上对付上头，下面管着老百姓，个个都是精英。如果这里头你在分解不好的过程中间蹦出1000个李自成来，我们可就麻烦了。他们有资源、有能力、有经验，很多还是胡转军人啊，跟你搞搞啥斗争啥的，蛮有经验。所以我们还要安抚这批人，把它作为我们的力量，而不是作为捣乱的力量。你这个任务很艰巨的，是吧？所以这个任务没完成啊。接下来行政服务改革，我们大量的地方开始实行一站式服务，尤其在乡镇这一级啊，更不要说市和县了，建立所谓行政服务中心。据我们的评估，所有的行政服务中心都是成本比较高，效率极低。我们算过，我们测算过啊，基本上平均每天处理的事务人均不超过3件，这种机构还能设吗？也就是说，这里头就提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要提供服务，我们是要形式上的服务呢，我们把各种中心全建起来都有，但它根本运作不好，我们还要维持它，还是说我们要实质的服务？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是中国在中国整个改革过程中间的这种模式化的、形式化的啊，更不要说运动化的，这个东西很普遍。只要一个地方出经验，大家一拥而上，先建了再说，然后就维持它，最后不好办了，撤了算了啊，撤了算了啊。所以对行政服务，如果说只是采取一站式的服务就叫行政服务了，这个恐怕简单了。至于这个政务和充分公开，这是中央一再要求的、反复要求的东西，但是现在做的怎么样？其实你只要见到乡镇长、见到党委书记，你一聊天就知道，全是糊弄你的。为什么呢？核心的东西根本不公开。到底我这个乡镇人头费和招待费，以及我们内部的福利分配，这三块我能告诉您吗？就告诉你上面拨款怎么用了啊，什么什么，这些都给你贴出去了，核心部分没有。这种公开是普遍，所以谁也不把这个东西当真事儿。老百姓，中国的农民真的是非常可爱，也不较真儿，反正那儿贴着呢，是吧？包括村部一样，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现在又出来另外一个问题了，你真让他公开，他还公开什么？为什么？税费改革之后，基本上中西部的乡镇全部断奶，没有蓝条了。除了政府转移支付的那个钱以外，应付人头税还有什么东西可公布？没了，零，那就不需要公布，是不是？这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无可公布了、所以现在真的跟乡镇的同志们讲讲，他们是蛮苦恼的，蛮苦恼的啊。接下来第四个，现在又来了一个啊，很可爱的东西，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来回应一下，中国政府它的成绩如果减少的话，应该先怎么办呢？好，财政部提出了一个思路，财政管理扁平化。怎么叫扁平化呢？就把5级财政改成3级财政，省、中央、省、县3级。好了，于是在上面呢实行省管县制财政，下面县管乡，乡财县管就出来。注意啊，乡财县管这个东西穷省经验，安徽就先出来了。而且既然是穷省经验，就穷省学习，于是什么河南啊、甘肃啊都拼命的就都去乡财县管去了。副省呢，什么浙江啊，更不要说北京、上海了，绝不干。为什么呢？干不了。一个乡镇，以浙江某一个乡镇为例，
每年他的上交的税是要由县里头跟他的书记坐下来开个会，请他吃饭，商量说57亿，要不55亿、嗯？他说就50亿。哎呀，就50亿，就跟商人一样商量，他怎么可能来让你管呢？对不对？不可能啊。所以，这就变成了中央非常希望在全国推进乡财县管。而且乡财县管下面又来了一个村财乡管，好了，这真扁平了，那这种机制是不是要推向全国？在现在，至少穷省是认为应该的，但富省认为不应该。而且现在有人反复强调，一级政府一级财政，除非你把政府拿掉，而且要共难。我大约就属于这种反动分子里头的一员，因为我有一个观点，我们经过税费改革之后，我同意税费改革作为中央的一个惠农政策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应该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也缓解了政府乱收费的问题。但是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要把农民的二等公民的身份彻底改变，我们就一定要建立一套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它跟城市基本达到同等的水平。当然是要需要时间，但我们开始做。那么如果农民享受公民应该得到的社会保障，农民该上税要吧，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又享受着国家的待遇，应该上税。那么农民如果应该上税的话，上什么税我们可以讨论，是土地还是生产税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一定要上。而我的观点是，当中央反驳的力度极大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向农民收税。等于这么说吧，我给你100块，你给我40块，我这100块装你左兜，你从右兜掏40块给我，这40块钱是税，然后我再给你各种保障，你赚了吧？我问过农民，农民说天下还有这种好事，我说未来就这种好事。我说现在不是你，现在你是等于你是俩口袋全张着呀，天下的好事，你现在天下好事是你俩口袋张着等着中央往你兜里塞钱。他说对对对，那我说你拿点出来行吗？他问我拿出来干嘛？我说上税呀。哦，上税，对，好像该上税了。然后我们接着下来的观点，这个税呢中央不再提走，直接留给乡村两级组织来维持他们，给他们供暖。这是我的观点，当然属于叫做极个别观点啊，这个经常被人批判啊，因为有人刚这个文中你做完报告，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写篇文章题目都给你定好了，叫欢呼黄粱国税走入历史。我说什么意思？啥是走入历史了？我说你让我去欢呼黄粱国税走入历史，我说我叫写篇文章黄粱和国税何时回来，你同意发表吗？他说你这不跟中央唱反调吗？我说中央要听了我的意思就觉得这不是反调，这是正常，只不过不是今年，也可能不是明年，但是未来一定是这个制度，农民一定要上税当然是有前提的，是有前提的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别老去想着扁平化去盘剥人家了，人家那点钱不容易是吧。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种改革，这种改革我们就不谈了啊，这个不具体谈了，就是我们现在呢开始对预算下功夫，这个就涉及到怎么管的问题。这个谁都知道，其实管理中间最主要的就是把那个钱管住，就是那个钱袋子管住。好了，我们的钱袋子就是靠预算来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在乡镇在县这个两级呢，我们开始对预算进行改革。怎么改革呢？让普通群众或者人代会真的对预算进行监督进行决策，出来了这么多的模式。这种模式呢
不细讲了，有上海的，有江苏的，这注意啊，这是副省经验啊，这是副省，因为说句实在话，没钱的地方还搞什么预算式改革，他本来都没钱了嘛，就是因为太有钱了才要改一改，才要改一改。那么好了，这些的模式出来，注意所有的改革都主要针对的是基础工程建设法，而不针对人头费，也不针对政府其他开销，他只是把工程建设或者基础设施建设拿出来由大家来商议啊。他这个点一下，往上点一下，协商是民主，这些东西就都出来了啊。另外呢，这道东西也其实是啊，利用了很多国际上的经验来做。接下来呢，啊，这是你们湖北的，就是咸安，啊，你们湖北发明的乡镇管理综合体制改革啊，就是所谓要回答一个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在乡镇一级走回党政合一？咸安模式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模式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哎，湖北省啊是唯独政协下乡的啊，是在乡镇一级有政协的啊，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四合一，一套班子把这四科全管了，那么就实行大量的兼职制啊，书记要不兼镇长啊，主席怎么怎么个兼管，是一种新的党政合一模式。这种党政合一模式呢，啊，我刚才说的，你们的贺雪峰和吴一同志做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教授啊，带着一批人啊，在湖北省委这个指导下也做了专门的研究啊，最后要把这个东西推向全国的时候，突然碰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乡镇这一级是不是要走党政合一？这变成真的制度选择，这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党的问题挂在一起了。那么如果说允许这种方式存在，我们的既有制度要颠覆，要颠覆。其中存在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取向是乡镇党委书记兼镇长，领导权和执行权合一，监督权是二把手啊，党委副书记兼人大主席，他怎么监督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如果他出了问题，是开党代会罢免还是开人代会罢免？这是问题吧，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做试点可以没问题，一个地方做了能不能成为全国的通行制度，要解决一个前提，我们要不要党政合一还是党政分开？我们现在全国的基本的制度是党政分离的，这种你承认吧，对不对？否则我们党全爆肝了不就完了吗？是吧？不是这个制度，我们建立人大制度，建立政府，建立有党的领导，我们互相是一个权力啊，相互分割以及相互制衡的一种关系啊。那我们如果基层这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县也要监呢？然后就是一直监到省去喽，中央当然不会，这是个大的方向问题。所以这个试点呢，现在呢就好像就这样反正做过啊，做过。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蹦出来一个新农村，其实啊，我们得承认这真的是运动。当时有一次我给同志们啊，在北京的某些同志们讲课，哐就站起来一个人说，老师你给我解释解释。我说解释什么？什么叫新农村建设？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把你观点说完整了。他说这么说，我们搞了50多年，我们那都是旧农村，现在变成新农村建设，然后你还前头有个社会主义，那我们前面是啥主义呢？我说你看看，你问到根儿上了，这事儿只能问中央了，是吧？我真的没法解释。但是我说新农村建设本身，它实际上应该是
正确的理解它是新三农政策的具体体现。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给新三农政策冠一个新字呢？就是我们过去的三农政策还是立足于西，就是中央到地方政府发挥西管作用来管理农村，这是过去。那么从2001年以来，我们改成共，这个关系倒过来了啊，我们不西了，我们给你反哺，这个关系出现了。那这当然是新了，我没说这就是新农村啊，也没说过去是黑暗的旧社会啊，但是政策是调整，是吧？所以这个整个逻辑提出来是有问题啊。咱们有些同志也提出来，是不是改一改，是吧？不管他，但是整个这个新农村建设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到了底下变成了不同的制啊运动模式。首先基础建设哈，大搞基础建设，就有的地方就大作假啊，只是修临街的，或者是干脆连钱都不够的就发红漆刷标语，就干这，先给你造得轰轰烈烈，嗯，然后继续要钱。第二种呢，搞环境治理，啊，环境治理其实是一个核心的农村建设一个核心的问题，但是千万不要造假，不要出现说，总理要下去看了，你只给他指定那个村儿，总理中间下车了，跑到别村去了，所有的书记跑到跟前来说这儿全没干。就说我们糊弄人都糊弄到这个程度的，怪不得从朱总理一直发火发到文总理。当然第三种是经济发展型的，这其实很难，尤其对啊一些老区山区怎么发展经济，怎么盘活经济，是个很难的问题啊。当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经济发展型又容易形成乱下命令乱来一气啊，就这个情况啊。当然也还有公共服务型，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提供什么，怎么提供，谁来参与，这个问题没解决，没解决。现在呢又搞了一个农村的所谓社区建设型，这更莫名其妙了。城市社区建设并没有做得很好，我们突然就提出来了农村的社区建设，而且农村社区建设建立在什么层级，它到底要干什么，跟村民委员会组织是什么关系，一概没讲清楚，先把名字占住再说。于是呢变成了社区农村社区建设，最后很多人理解就是招一帮老太太来啊谈谈笑笑啊，搞点活动啊，社区文化嘛。那你在村民委员会底下一样能干呢，是不是？到底我们农村社区建设要干什么？接下来当然还有一个城镇化，城镇化如果是一个自然过程当然非常好，但是如果是强迫型的城镇化非出问题不可。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是人，我把这块地方都划成城市了没问题，关键这儿的农民是城市待遇吗？是城市居民待遇吗？你要给他建社会保险，你要给他有就业的机制，那三条线你全给他，政府又不愿意，于是农民就上，对不起了，把我土地弄没了吧，上访，问题全来了，是吧？然后我们还说这不是刁民吗？你知道的刁民啊，对不对？这就是所谓强制型的城镇化，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城镇化中间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我们都出来。所以啊，说来了半天啊，那么乡村治理蛮难的，那你从这个往上看呢，政府改革蛮难的啊。我们只以最低的这个层级，我们还不说上面的这些层级。好了，那这个路径问题就不讲了哈。那么是不是没招了？中国问题反正难办吗？好了，中央也想在行政改革上有重大突破，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光荣的广东省。广东省呢就出了啊2008至2020行政改革总体方案，大体上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啊，广东省人民很有智慧啊，不会减少层级，
他要做的第一个问题是扩权。这个扩权就包括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强县扩权，就是县尤其是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县直接向省负责，不再经过市，给权扩了。好了，他比别的这个强县扩权其实是浙江提出来的，但是广东现在把这面红旗接过去了，下面他又接着来了一个强镇扩权。什么意思呢？就是镇这一级，乡镇这一级可以有，过去我们都承认乡镇政府是跛脚政府或者叫不完全政府，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人权。现在你乡台县管把它财权又收掉了，然后七站八所的那些管理权它基本是残缺的，最后就剩了一个管管计划生育管管社会治安，这个权还实在。过去还有个重大的权利是收费收税，现在这个没了，所以乡镇呢就变成很悲哀了，变成只能执行各种任务了。那现在呢，如果强县扩权，他们提出了要四权。第一，用人权，就是我的人我来管，我要多少人我设计多少位子我来发工资，其他的通通打发走，打发给谁你接着我的充足的充分的用人权。第二个，财政权，充分的财政权，这个当然很理解，没有充分的财政权强县扩权扩谁去，是不是？别拿什么乡财县管来忽悠我，我自己独立一级财政独立一级财政，当然你可以加强审核。第三个要命，土地所有权。注意啊，广东省如果把土地所有权赋予乡镇，非乱了不可。土地多值钱呢，广东这个寸土寸金，他当然要这个权，这个是待商量那两个可以给，这个恐怕得待商量，但他们提出了土地转让拍卖进入市场再开发，这个权利乡镇管，你上面你绕过了国土局，下面把村委会的权利剥夺，这很恶毒。但是他说，那你还让我强什么呀，我没连这都没有，我没资源我玩什么，不是强盛扩权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有商量的啊，这个是当然，这个是要做一点的什么第四个当然是不得干预，不得决策干预，以及任务带前来，也就是说所谓废谁事转权，你让我乡镇干任何事情包括 SARS 再来，您带钱来，否则我就不隔离，咱一起病了死了都没事，但是你带钱来别想盘剥我。如果说这四权都合理的话，当然第三个是有问题，那这个乡镇的扩权是很有意义，是很有意义它是不能成为一个方向，有待考虑，这是它的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他要实行这是选举方面的改革，他要实行正职和副职的，正职的差额选举，副职的竞争性选举，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已经涉及到准备在他这试一把，不光要试这个乡镇县，甚至要试到市，还要试到党内，也就是说要希望通过一定地方的改革制造出一个人的选择，就是谁管理的这个问题上的突破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第三个方向，他会要求继续深圳在讨论行政权、司法权以及决策权这几个权的关系，你们能不能再重新搞一个说法出来再进行试点，因为深圳原来提了一个所谓三权分立的这个观点，咱们最好别叫三权分立，一叫三权分立有人紧张，是吧？我们搞个四权分立行不行？这二权分立，是吧？这就总让人家放心一点，一说三权分立就跟人家那对等去了，是吧？然后就中央就马上一紧张，咱们搞点别的。但他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实际上后面隐含的是严格的问责制，严格的问责制谁负责谁下台这么一个机制，他想做事情。
所以应该说广东弄了这么长时间弄出这么一个方案来，第二个可能的方案是出现在贵州啊，大家可以做适当的关注，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改革的任务呢放到南边去了啊，大家都会说你们北京干嘛不搞，天子脚下难，是吧？咱们体谅一下北京的同志们，等你们都走完了我们后面跟上，是吧？但是一般的话其实北京已经开始要让一些乡镇底下做一点事情啊，做一点改革的事情啊，应该说现在要全面启动。因为从去年按照中央的要求啊，县乡的改革应该在三年之内全部启动，但是关键的问题我们还说要改了嘛。好，哇，我们时间过了啊，稍微再来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公共政策。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到无论是党无论是人大无论是政府啊，我们实际上他能够面对社会以及面对所有公民的东西是政策，是公共政策。那么这个公共政策本身，我们过去一直实行的是内部定规制，下文件推进实行，各部门共同监督，回来写总结完成，这是我们过去的做法。那么在无论是在政策议题的设定上，还是政策议案的通过上，以及政策内容的实施上，我们都极少看到公民的参与，这是过去，现在不同了。为什么说现在不同的呢？我们现在多了三个东西，下面我们跳过这个要讲的内容，待会儿再转回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啊，稍微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为什么要把这个列出来？我们看，我们从2004年的0.9亿网民，到2008年6月的2.53亿网民，什么意思？没明白吧？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一大网民国，超过了美国，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好了，那么我们一看，这是2008年对中国网民的总结，哎，其实就把我们都包括了啊，因为我们都是网民。什么呢？城市、城镇网民居多，这个跟计算机的普及有直接关系。东部地区网民居多啊，东部地区发达嘛。中青年网民居多，你看我们在座大约没有一个不是网民的啊。中高学历网民居多，中等以上收入网民居多，注意啊，这是一般收入啊，其实要是包括这里头还包括着大学生啊，你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啊很低的那个300的贫困线那个救助的底下，是吧？最后一个，网民的性别比在2005年以前是呈现男性多于女性，现在这个性别比基本接近，看不出差异了。也就是说女性网民迎头赶上啊。好了，出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倒回去啊，不是谢谢啊，我们还来说政策。如果这些网民天天都在风花雪月，没事儿啊，这个国家呢就国泰民安了。可惜我们的网民呢极其具有政治敏感性，那么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那么这个网民极具民主性、极具这个政治敏感性的网民呢，一个可能变成呢动不动就想把谁给灭了，我们灭日本呢，灭美国呀，反正是吧，然后法国和英国呢这时候还居然敢凑上脸来，哎呸，那就接着灭，这是一种。这一种呢体现了中国网民呢的一种关注政治、关注国家，我们正面理解啊，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复兴啊，这么一种愿望。当然随便催人是不对的，
但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除了这个就不关心别的了？不不不不，我们第二个关注点基本上都在政策范围，大家没想到吧？其实你去算所有的突发事件后面都是政策问题，然后网民就人肉搜索就把它干出来，好家伙厉害啊。那么从腐败也可以引到政策问题啊，从房产引到政策问题，收入分配引到政策问题啊，哪个污染企业引到政策问题，然后就网上大比精，弄得我们领导人也赶紧拨了拨了看，哎呦这热闹啊，是吧？这是好事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当然是好事啊。当然它有没有坏处呢？动不动把我史为民就人肉一下子，你有没有隐私权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两个词，网络民主，网络暴力，相辅相成。注意，如果这两个东西同时出现在公共政策领域，我们倒认为好事。为什么呢？他会说，因为网络上的关注把你政府过去不愿意解释的或者是不屑于解释的政策问题把它公开化了，以及你的各种方案的评估你说了不算了，网民说了也不算，但是至少他在那儿说，你喜欢不喜欢他说了，如果他说到足够，你就得想想这事还办得下去吗？于是股市房市我们网民全介入，我们是全方位的，那么当然会影响到政府决策，当然会影响到政府在所有出政策的时候要小心了。好了，我们最近出来一个跟大家很有关系的东西，医疗政策，你看你千万啊，原来出了一个啊劳动用工啊一个劳动法，就全国网民就正反两面就干起来了，现在医改又干起来了，还不是两派，据说是三派，是吧？但是这个干让政府发现，哇，我们现在真的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意见反映渠道，而且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那2.5亿人，未来是3亿4亿，我们的小孩子们现在都在上网，中国人要普及起来啊，什么手机第一大国啊，什么这很快的。所以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网络的东西啊，不能完全回避。过去这根本不在政府视野之内。同时，政府所有的对政策的检验，也必须开始注意引入两个机制，一个叫做听证会，啊，要开听证会。不能你们几个人说了就算，要开听证会，一个要开专家评估会，尤其政策里面要开专家评估会。当然听证会怎么开啊，我们可以有很高明的开法，于建荣同志你们可能都熟，也可能在这儿讲过啊，当时于建荣同志因为啊上访的问题啊，这个要开听证会了啊，于建荣同志是一个意见，然后国家信访局是一个意见，然后说要开听证会，就把于建荣同志请去了。于建荣请去之后，一进去之后呢，碰到18个虎视眈眈的人，都是专家啊。最后于建荣说：“这不都是我的对立派吗？”回头看了半天，就我自己啊，18比1。然后说，请于建荣同志先简略介绍一下自己的意见。于建荣就讲了，然后就开始大批判了，给于建荣批得一塌糊涂。最后大家说：“你可以出去了，我们这个。”然后我说于建荣，你这种事以后你叫上我，至少咱俩啊，咱2比18，当然咱肯定失败，但是至少还多一个支持你的。他说就是当时没想起来给你打个电话，就说这种听证会他就失去本意了啊。但是现在政府呢经常要开这种听证会，但我告诉大家，听证会由虚变实，由假变真，这只是一个过程啊。一开始政府总是想要玩玩啊，那么手腕的啊，最后他会发现
真的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里形成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医改方案是9套方案之上形成的，在全国开了专家论证会，就开了4次，但是炒翻脸才出来，大家还不满意，真的卫生部很冤枉，是吧？当然不满意还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呢，应该说，从政策来检验执政水平，现在已经成为所有政府、各级政府都明白的事情。它实际上已经比一般的机构改革要重要的多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简略3句话来说2009年我们公共政策干什么。因为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公共政策分析报告，这个总报告是我写，我就告诉大家3句话，2009年中国公共政策干什么？第一，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让大家心里放心，这是第一个政策取向。第二，保证社会公平，所以我们今年出台医改政策，我们继续调整农村的各种社会保障政策。第三，保证安全，这是今年的我认为3大政策取向。什么安全呢？什么猪流感之类啊，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蹦出来啊，我们要有安全体制我们要有随时中国人民可以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战胜了 SARS， 我们战胜了四川的这种大地震，我们就有信心。但是作为政策取向、政策准备，我们当然要强调安全。那强调安全一定会提到一个问题，煤矿安全它一定要出事一定要出事。那至于怎么减少它的出事，那是另外的说法。所以呢那等于我们把后面的这2个问题呢，把它提前呢告诉大家了。我们告诉大家一句话：网络是可爱大家记着那个美国人在纽约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喜欢他，就把他送上网络；如果你憎恨他，也把他送上网络。但是政府会认为网络会成为公共政策的助力而不是破坏力，我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好，啰啰嗦嗦讲了半天，大家可能根本没听明白反正我告诉大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呢，就会要求我们呢做各种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但是我认为大家不要对任何的东西呢预设一个很高的期望值。如果我们现在说如果说我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把我们改成跟西方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要有这么高的期望值，其实这个期望值并不高，让我们改变颜色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在中国大约反对的人会比这个同意的人要多得多。好了，如果不是这么高的期望值，我们只是说要让我们每个人觉得政府在给我们服务这么一个期望值，你去想想从70年代到现在，你会看到这政府越来越可爱了，好，而不是越来越讨厌。而且你会觉得他越来越离你远就对了。如果每天警察堵在你门口，你会很不舒服吧，是吧？有事儿找政府，前提是有事儿，是吧？您不是天天有事儿吧，是吧？但是设有政府给你提供的一个环境，最好让大家没事儿，这不是一个好政府吗？如果你的期望值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目标不遥远，它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呢没把它滴漏出来放在我们眼前检验。我今天只不过做了一个工作，七零八落的把它拽给你们让你们看看让你们看看当然并不全面欢迎大家继续批评。好，谢谢大家。感谢石老师精彩演讲。那么应石老师的要求呢，今天我们提问环节做一个改变，就是有问题的听众先都把手举起来，然后大家把问题都提出来，
做一个汇总，然后石老师最后一起做回答，好吧？哪些同学有问题，向我示意一下。好，你先说。石老师你好，刚才你的这个讲座中提到公民社会，然后你提到这个农村很多问题，那我觉得很不解，就是这些所谓的农民问题，基本上就是一个户口制度，为什么不能够中国有没有可能取消这种户籍制度？就是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区别。好，还有哪位听众有问题？就是我在来之前有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统计了一下，现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数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然后就是请石老师对这个简单做一下解释吧，就中国能不能把这个中国模式给进行下去？然后我就继续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世界大环境下，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是面对世界经济海啸，然后等等，就是世界格局的越来越趋向于不稳定及多元化。然后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对就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一种波动和影响，然后这种影响会有多大，然后我们能怎么能做出这种预测，中国人真的这种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多少年的这种政治性改革？好，还有哪位听众有问题？好，后边那位。我要问的就是还有没有听众有问题？我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看的广告上说你有哈佛大学的经历。我只是访问学者。访问学者也罢了。就是说，刚才您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中国搞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无非就是三点：第一点是谁来领导。第二是怎么领导，第三是怎样去评价。但是呢，你往下继续在谈的时候呢，你就说谁来领导这个事情，就是不能谈。没，我说昨天谈过。昨天谈过。对对对。而且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是好像是不能改的。就说谁来领导这个问题。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的时候，在哈佛大学作为一个学者，他研究什么东西，是不是就已经有先入为主这个前提，就是说什么东西我不能研究？那如果有什么再问问题，我们到下一轮，好吧？先让石老师对以上问题做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再如果延伸下去的话，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那么又要搞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个方向您能不能评估一下，最终是加强党的领导呢，还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好，都是好问题哈。好，首先说农民的户籍问题。农民的户籍问题已经基本要趋于解决了啊！现在很多省已经开始尝试来取消农民的户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不要把农民的户籍问题呢看成是给农民平等化的所谓公民待遇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即便把他的户籍改成城市户口或者叫无区别的居民户口，我不给你建生活保障，我不给你就业途径，我没有给你其他的公平待遇，你光有这个户籍有用吗？肯定是没用。北京市做过这样的实验，是吧？就是把这个所谓城中村或者什么，把他的户籍改了，把他土地也占了，然后就完了，是吧？那你有什么用啊？他拍着胸脯向全世界人民宣布说我是北京人了，我啥都不是。所以实际上户籍的改革，我目前认为并不难，啊。当然我们过去为了维系这个城乡二元体制建立的这个户籍机制，改它并不难，公安部早就做出了部署，要在全国多长时间把它彻底改掉，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后面的社会保障什么时候能跟到，事实上让它变成城里人或者没有这个差距。所以我们一直承认城乡之间是有差距，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弥补这个差距，把它基本拉平，完全拉平基本不可能，基本拉平是要一段时间的，啊，那么第二个，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这个经济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些国家，大多数实行三权分立，看你怎么立法啊。
其实完全实行严格的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的，就是美国的制度，连民主国家大多数也无法制止美国制度。所以他们就用了多种制度，只不过它会体现三权分立的这种基本原则，然后来设计一套制度，来互相，它实际上三权分立干什么？制衡，管它几权呢？我们说别老说三权，一说三权都跑美国那儿去了，那它实际上是要达成一个制衡关系，那么达成制衡关系是核心，是实质，至于具体制度是另说的。那么至于说我们经济发展，这就所谓亚洲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争论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你这个问题不是倒过来的，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说今年我们光这些就栽下来了，经济一旦出了大问题，我们有两个问题，一个政府走向保守，走向超级强控，把所有的民主东西全部退回，网民通通一片惨淡，给你都关了 PP 啊，什么 PP 什么的全关掉，是吧？实行严控，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不作为，混的，混到十八大再说，下面后面的领导人来领导我们渡过难关，共度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经济的冲击，尤其对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冲击其实是蛮大的，它会说使我们呢在很多原来已经做的步骤现在不得不停下来，连主要应对经济危机问题。其实去年的公共政策不止这么简单，但为什么今年就变成了三个主要取向呢？是因为经济问题太突出了，所有的部门围绕一个核心点，怎么把经济稳住，稳住先再说，稳住再说，所以呢，那么当然在这个顺序里头，我们自觉的又在重新张扬我们的模式，先经济后政治。当然政改的这套东西呢，我们就会把它只放给广东，只放给贵州去做做看，而不会在全国大范围的铺开，这是您这个问题。那么至于网民的声音，上面听得到听不到？我告诉你，肯定听得到。文总理都说了，他每天都要上网多长时间？但是不是听到你的了，那就很难说了。但是肯定是有的人的事被反映上去，而且很多事件的被挑出，甚至有些腐败分子落马，都是网民功劳大大的有。那么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已经有一个规制，要求各级干部注意网络，注意啊，不是要把你们消灭掉，是看网络的动向，网络在说什么，在讨论什么，在提向我们提出什么问题，甚至有人呢还市委书记建立对话台，一下子最后据说就第一次见就给挤爆了，就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太需要了，那当然，中央了解民意。不光是靠网络，这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各级政府就吃干饭了，是吧？各级政府掌控地方的各种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向上面反映，这是我们既有的制度，也是这是我们实行了，不是今儿啊，2000年了，我们都这么干。还有一个，我们确实没有一建龙当时要废掉上访制度，我们确实还保留它了。上访制度是从另一个渠道来了解民情，尽管我们各地的领导同志不喜欢上访，要围追堵截上访，但是中央是说上访制度不能取消，为什么？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民情。好了，最后呢，因为昨天我们没交流啊，昨天提的问题也蛮热烈的，其实昨天谈的是选举问题，选举问题呢提到了一个所谓的合法性以及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问题，是吧？我们简单重复一下昨天的观点，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至少我们的合法性不来自神，是吧？我们的合法性不来自神，过去我们的合法性来自神，也不来自天，更不来自皇帝，也不来自革命，
来自什么呢？来自人民。这是我们文本宪法文本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采用寄托权利的方式建构权力机关和统治机构，而这个东西是基于人民的同意，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各级国家第三方联人尽管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它是符合这一套逻辑的。那么共产党打下了天下，是吧？那么共产党现在也要按照这个规范来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选举来得到认可。而我们还确实昨天举的例子，有省长也有市长还有县长被选掉了，被选掉。那你问我说哈佛，你好像觉得说哎这个问题你是不敢谈呢？没这问题啊，我别说到哈佛了，在哈佛之前我就是什么问题都没有，没限制，根本不预设前提。但是我要搞清楚我的研究一定要看别人是怎么研究的，来提醒我啊，要不我按照你的规范，要不我自己找一套规范。不是说你说我是威权国家我就是威权国家，我要自己给出我的理解我的定义，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好，那我们开放第二个。哦，好像已经到时了，不要紧了。然后呢，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关于今年年初有一个那个关于事业单位那个养老退休金的一个改革的问题。我觉得我对这个改革非常的不理解，我有两个疑点。第一，为什么对他对退休金的改革要事业单位与企业要看企业，为什么不包括从事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员？第二点的话，就是为什么他缩减？他说，他的原因说是因为国家难以负重的就是大额的财政开支。为什么他缩减的是很多？因为事业单位很多是科教文卫啊、农林水啊，像这些一个本身原来就是收入并不是很高的一些行业，而他们的基层人员本身到了退休之后，可能那些的就退休金的话就是他们的保命金。为什么缩减他们的保命金，而不是缩减一些像公务员的一些什么车补贴呀、招待费用啊、其他费用一些很就是比较高额的费用，为什么要拿这些保命金来进行裁减？谢谢。您听众还有啥？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实行的是那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而且我们也知道是慢慢的，把那俩字去掉啊，专政。人民民主没有啊，专政没了啊。你接着问，接着问，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哦，如果是这两个字没了的话，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就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听听老师对武汉市政府的评价。啊，我对武汉市政府。哦。既然这个同学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再接下去问一下。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说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这个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党不太相信人民，也就是说呢，好像只有党有个民主了，人民才能有。那么如果党没有这样的民主了，人民就不能参与，是不是有这样的前提？因为你是说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好像这个好像你刚才说的好像是什么？十七大报告。哎，十七大报告里面的。就说这个党到底是相信人民，这就是这个问题。好，石老师您好，感谢您精彩的讲解。我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中一种说话，就是说中国现在只有一党执政，假如中国实行多党执政的话，这个国家会大乱。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也就是说会发生战争啊之类的，您的这个问题怎么看法？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一个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选举的那个说法，你说那个就是宪法规定，就是说选举说是人民的，然后那个政府代表他也是人民选举出来，但是不行，有个关键问题是，就是我哪这么大，我连我那个村的那个人民代表是谁都不知道。前几天我上课的时候听我们跟老师讲。是
您刚才说那些问提到问题的是，就是说比如说山西的孟学农，然后他被非免职，说觉得就是那些因为他不是第一责任人嘛，然后觉得有点觉得他们有点惋惜，但是我觉得并不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并不为他们感到惋惜，比如孟学农他在北京的时候因为SARS被免职，但是过了两三年他要到山西去当省长，然后现在又被山西因为发生煤矿事件他又免职，但是说明若干年后他又会到哪个省去当省长或省委书记什么的，这个我觉得那问题是就感觉没什么作用了。谢谢。我们先到这儿好吧，一会儿我们越问施老师越高兴，我们一会儿第三轮好吧。哦，还有第三轮。我们先把我还有问题，接着刚才那个同志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我相信我始终坚信我们国家一定会走向一个多党治理的一个国家，然后不会像这样，我想这个途径肯定会比较痛苦，可能会有战乱或者有暴动或者什么，然后我想让您谈一下这种可能性您觉得怎么样，好，在以后会不会发生。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八个同学刚才说，就是党内就是说没有进行人民民主，就是不太相信我们的问题，然后就是我想问的，基于这一点我就想问，就是教育体制改革和它的政治改革之间的作用，或者教育体制改革的前提。好，那我们先回答这波问题，这咱们还第三波吧，啊，民主第三波，我们也来第三波哈，好。首先那个所谓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退休金的改革，就这种退休制度改革呢，现在实际上是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啊，这个包括社会，我们的社会学所的人很多人都参加到了这个争论，他们也派了大量的研究生呢来研究这个问题，甚至要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其实它中间实际上涉及到并不是一个有钱没钱的问题，你其实在后面先你谈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公平性的问题，是吧？第二个是政府的这个钱该怎么花的问题，啊，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公平性问题。那么现在当然大家对于政府开支，尤其是不必要的开支过大，而拿给社会保障和分给民众的钱过少，当然是有相当多的不满，尤其在宏观政策上的不满。那现在政府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当然这个要有时间啊，因为老实讲，革别人的命总是很容易，革自己的命总是很难的。我本来开着很漂亮的车，你让我不开车跟你一块挤公共汽车，是吧？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很难做的。给车贴都不行，朱老板都下决心给车贴，而且给的不低，他都不改，他是又要车贴还得坐车，那你还改什么，是吧？所以就说现在开始要做这个改革，那么政府意识到自己的所有的钱真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们现在政府这个意识应该说并不够强啊，不是，这还不是光地方政府的事，中央政府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你这个问题呢，就是具体到说它怎么实现公平化，尤其是在这个几个群体之间啊，实行真正的公平，这个要等时间，要等时间，也要等政策的调适。大家非常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公共政策我们往往把它理解为单轮政策，其实公共政策从来是一个开放性，它从来都是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立刻就进行下一轮的政策的问题设计、方案设计、调试，以及把它关掉再来一个就取代它，从来它是这么一个运作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看它最初的结果啊，我们要看它整个政策发展啊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新出来的一个公共政策学就是来研究整个这个过程啊。那么至于啊，刚才我知道你这个专政啊，我们原来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不提这个词了。为什么不提了呢？因为专政这个词呢表示了对少数人的一躲，我们当然不能啊，在一个走向平等、走向开化、走向多元的社会，我们不希望形成一个多数人啊压迫少数人的机制，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啊，专政就没有了啊。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专政啊，你在宪法里啊也很难看到这样的词，
词汇了，这样的表述了啊。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它是针对资产阶级专用的，是吧？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无产阶级人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向你要权利，我们要打掉你的专政，反过来我对你专政，专政到一定时候，阶级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公民，是讲的是人民啊。那么至于武汉市政府，真的对不起，问你们校长啊，我真的没法回答。我到了这儿，觉得武汉人民蛮热情，是吧？那是人民热情，政府我不知道，我不了解啊。你要问我，我对北京市政府有什么意见？我倒意见大，一大堆了，是吧？所以每个人可能都对就近的政府啊满腹意见，但是呢，对遥远的政府呢抱有良好的愿望啊。这可能是中国的通病。啊，至于下面这几个问题，我们就要合并一下了，就是中国的改革如果走向多党制，第一有没有可能，第二如果是可能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第一，我的回答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啊，今天不可能不等于一千年以后不可能。秦始皇统一帝国的时候，他想的是我是始皇、二皇、三皇，万世秦始皇啊，秦代皇帝。可是第三世就没了，后面的所有的改朝换代都变成可能，是吧？当然如果共产党一直把我们管得很好是另说的啊，因为我们讲合法性，其实现在一个更重要的合法性出来了，叫政策合法性以及政绩或者叫治理合法性。什么呢？我不光是同意你来领导我们，我还同意你做的要好，这就到了政策和治理的合法性了。那如果说共产党做了这么多事情啊，也把党内民主要发展起来啊，然后呢你没不满意他，你干嘛要推翻他？好，那假如说你非要推翻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三个路子。一个，那就是我们拼命的使劲的跑，跑向西方的这种多党制，我们很努力啊，我们特努力，最后我们跟美国一个制度。台湾学美国学了40年，前面话不说，学了40年，现在台湾是美国制度吗？依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半民主制国家，这是美国人给的概念，不是我给的。但是台湾的多党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割裂。本来都是中国人没事啊，只不过是有大陆去的，有闽南去的，什么广东去的，他就愣给你分成客家人、闽南人、大陆仔，然后蓝绿一分，咱们就尖锐对立。这可不是阶级对立，这也是杀红眼的，为了政权要杀红眼。那这样的制度尤其在亚洲形态下非常，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我们可以走新加坡的路，名义上的多党制，实际上一党独大，就是李光耀的办法。但是你知道李光耀被西方评为什么吗？叫做民主的破坏者，威权主义的捍卫者。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体制之下，他的党包揽了所有公职，而且他对整个社会实行威权管理。也可能我们就跑他那儿去了，因为很多人对新加坡的制度非常理解啊，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吐口痰都不行，随便像我这烟民就很讨厌了，是吧？我这抽烟一定要躲会判，不要把我逮起来，在那搞5个小时，在那执勤，是吧？所以这么一种，那么像这个方向的发展呢，也不是没可能。当然，因为日本也给我们提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党独大。但是，一党独大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多个小党联合对你的挑战，最后走向两党制。啊，因为最后多党联合，最后拼出变成两党制，而两党制有成熟的两党制，有不成熟的两党制。现在我们说台湾也正在基本走向两党制，啊，走向两党制。还有一种呢，就是重党制，还不是多党制，
中国人发明政党比任何人的想象的速度都要快得多。台湾在结党禁的那一天出来了17个政党，第二天就变成40多个，当然后来拼下来就剩5个。那些小党不是不在啊，是因为他没有拿到政党门槛这个5%的选票，所以他不被认可为执政党群里头的政党。但是台湾现在有80多个政党在生存，我们大陆一个省就这样，我们还不搞他个2000多。如果搞成这种局面的话，我们要防止昨天我讲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看看我们周围这5个自治区还是不是我们。我们得真的想好了，一旦内蒙古公决了出去了，新疆公决了，宁夏在中间不好公决也来个半独立啊，然后西藏不得了，西藏是把青海、四川、云南的藏区，我们达赖同志已经提出了大藏区概念了，统统绑在一起公决，而且公决中间排斥汉族，你怎么办？我们的半壁江山就没了，960万就剩下多少了？你们算算吧，那边顶到陕西的头上啊，就没了啊，四川一半没了啊，贵州也一多半没了，我们瞪眼看着，然后所有的啊什么北约之类的，人家导弹就架在我们的长江上面看着我们，啊，你们的葛洲大坝挺好炸的，就是这个。所以说，如果中国自己导，其实这个还不是一个整个中国政治发展，政党制度在里面是一个因素，其实核心一点。就是政治制度中间我们是不是要保持坚强的中央集权，这一条我认为啊不动摇不商量啊，所有的我们有三个，在政治制度里头我们有三大智慧，第一，宗教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教权始终在治权之下，这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没有出现宗教国家，任何的宗教到这儿向我低头。哎，别笑啊，别笑啊，伊斯兰教厉害不厉害啊？啊，很厉害呀、啊。基督教也曾经想过，但是对不起，这是我们的智慧，啊，这个智慧我们在封建社会我们就已经确立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民主，所有的民主我们都会实现一种啊，既有合作啊，也有帮助，但是核心点你要向内不得向外，因为我们的这个民主关系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什么机密呀、和亲啊等等等等，是吧，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讲民族平等，前面一个核心，国家统一，任何人挑战国家统一，对不起，敌人都不客气，你就不算公民了啊，你就不算，至少你不算合法的公民啊。所以达赖如果在这一条上回归到国家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马英九同志什么都可以谈，不要搞分裂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啊，我也就是说统一观念深入民心啊。所以为什么西方人一操纵这个西藏问题，我们的同志们网民们2.几亿当然没都上，我们给他稍微给了点颜色，是吧，就全世界就一片红，把西方人真吓了一跳，人家这个叫做第五纵队提前暴露，是吧。但是你可以发现其实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次互动，它实际在维护的是统一原则，这第二个。第三个，政党服从政治，服从国家行动啊，这是中国国籍，这是中国国籍。所以我们民主，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自我转型。
要啊服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智慧。他自己说我是个革命党，我拿下了天下，然后又开始说我现在变成了执政党，现在他又说我要做党的领主。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以党的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不是对人民都不相信？不是，这正好其实是说明了党对自己的定位的一种无可奈何，他要现在赶紧要转过来。因为过去人民民主一直比党内民主跑得快得多，不是快一点，快了十万八千里了，党内民主老拖在后面慢慢成长。那现在他把这个关系调过来说，哎，咱们这个关系还也不是说互相促进了啊，现在我要跑得先头了，那么我带头民主行不行？我觉得这是咱们党的一个进步啊，你要看到咱党的进步啊。咱党也知道要想在这么大的国家取得合法性，取得长治久安不是一件容易的，尽管你有七千万党，那国民党当时也有那么多党员，措辞不这样说，就是以人民民主促进党，促进党的民主。过去我们一直是以人民民主促进党，但过去你一直在强调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那是过去了，很早了，是吧？没有强调过人民民主专政，对，没有强调人民民主。对，实际上79年开始就是强调要发扬人民民主，而且当时基本上很少谈到党的民主，只有邓小平的一个讲话，但是后来。就讲话多起来了，啊，一直到中央终于出现了这个提法，啊，我们要看到这些提法跟科学发展观等等一样，这是党的进步。而且作为石老师，您刚才也谈到过，就是好像有几个藏区什么民族区域自治啊，好像出现了什么公投 referendum， 就是这种问题。那么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那要不要用这个来检验呢？这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老实讲啊，公投的方式。对各国来说一般都是最后一招啊，大多数国家呢为什么慎用公投呢？就是只要是老百姓的第一次投票选出领导人，由领导人代表大家做出决定，这就已经是一个宪政框架。那么如果说这个框架不起作用，那一定是面临着巨大的政党争执和社会割裂才要来公决。那么陈老师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国家一直在强调统一的过程当中却有很多要分裂？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在刚才好像那个同学也提到过，就是说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好像是说委托权，对，好像是个社会契约论那个。对对对。但是现在刚才有个同学提了，现在他们连他们村的人大代表他都不知道是谁。嗯。虽然选出来，好像还有一些政协的代表，对，他都不知道是谁。对。那么这个权他到底委托给谁？嗯。这个待会儿我们再来说。现在这些代表到底在代表谁？嗯，我不认识他，他还一直在代表我。嗯，你说这个问题尖不尖锐？对，当然很尖锐。所以呢，我跟你说，咱们先说你的统一的问题哈。因为民主本身，它有一种自我分离倾向，这是任何民主都有的。那么这个民主的这种分裂的倾向呢？那么在民主国家的成立过程中间，除非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通通出现单一民主国家，否则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你用其他的制度来把它这个问题呢，把它从统一上拿开，让它不要那么尖锐，然后你来事实的，因为很多民族呢它是跟你存在的是事实上的不同，那么你来解决这个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要去问一下美国，美国哪个州提出过自治，或者是不是自治分裂？没有。但加拿大为什么？是吧？也就是说，当他一个国家强大到所有的人都愿意归属他，成为他的国民，以他的国民为骄傲的话，这问题就不存在。但是如果说你根本不如我，或者我在你底下我就不感到幸福，我就想开溜了，感到不明白。对呀、啊，那么我要不就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我就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车臣就这么干，对不对？但是共产党也是这么干。那么共产党当然也可以这么干，是吧？那是另说了，但是。
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把它从民主问题上拿开，那就又回到民主这个地方。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怎么来评判真民主和假民主，怎么来评判刚才我们说的选举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昨天讲的差不多了，也就是选举中间我们这种互权关系当然存在着，我们是讲的是平等原则，但实际上我们昨天讲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这个选举权的不平等，它是有相当强的体现的。因为一人一票，一票等值，这是选举的民主的要求的平等权。但是呢，如果都是直接选举，就直接体现它了，因为你一票下来就决定领导人是谁。可是我们呢是间接选举，是吧？我们这个间接选举的层级越多越不等值，我们承认在这个里头我们存在的不平等，就是投票权的不平等。你算一下，我们13亿人，我们有9亿选民，我们有3000个，实际上是2987个全国人大代表，我们9亿选民到了他那儿，他那一票等于我们选民多少票？你算得下来的，2万多省级人大代表，他等于多少票，是吧？这个一直算下来，只是算到乡的这个地方是你自己投的，县的这个人大代表是你自己投的，但是呢，这个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也不是你投的，是代表投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的所谓赋予关系，我们承认，昨天我们讲，我们选举制度是要改的。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完全就一定不要间接选举，大国我们可能还需要保留间接选举，美国还保留着间接选举，法国也保留着间接选举，但是我们对很多其他的选举，为了体现公民真正的参与，啊，来，我昨天最后给大家做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选举要改，而且要改成什么呢？要定竞争规则，啊，要让大家了解我选的是谁，要给大家真正的选择权，而这个选择权不光是对代表，也是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是吧？那当然这个任务就很艰巨了，这实际上是来落实我们的民主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是这么一个问题啊。那么至于刚才有个同志说啊，那么孟学农同志不委屈，我并没替他保屈，我是说我们的问责制本身存在问题，你还是说你应该问谁，是吧？因为我们现在的权力来源，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权力来源并不清晰。那么基于权力来源的问责就也不清晰，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启动对党委的问责，应该是党代会的启动；启动对政府首脑的问责，应该是政府应该是人代会来启动。那么，代表不负责任，应该是选民来启动，是吧？它有一个启动机制，我们并没有把它激活，我们变成是整个问责，实际上是变成由上至下的领导问责制，是这个问题。所以这里头当然就有不服气，因为它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至于说这个官员巡复出来，是吧？我们也不要给同志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嘛。当然这么快是出乎大家意料，是吧？又被扒了，是吧？那么当然也就是说，在整个制度里头，其实我们跟香港，我们不要比得远，我们距离香港的问责制距离是相当大，是相当大啊。所以研究问责制的人并不对中国问责制的前景看好啊。那么最后呢，教育改革，那你要问我的话，我就继续放炮了，对吧？这个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国的教育是最混蛋的一种教育体系，是吧？那么尤其是我们，其实呢，中国的教改，我认为我们应该实际上在高校实行宽进严出，而不是严进没人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高校底下我就不说了，什么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像我们这么把我们的研究生同志们大学生去考研究生逼疯的，然后进去就不管教授们都不知道在干嘛。我们叫做严进不管，宽出凑合事儿，这么一种教育体制，以及我刚才说的那个指标还有等等211那些玩意儿，
尽管大家都争取成为，但他的成员基本上是毁了中国教育，而且毁了中国的教育公平。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啊，现在在教育政策上在大讨论啊，我觉得教育也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可是呢，教育部长大约还没认识到这一点，他老觉得张明同志不顺眼啊。我们张明无非就是把有些观点很明显的把它提出来，什么你的考核制，什么你的教授制，什么你的课题制，什么你的指标制，通通是鬼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当然还给张明留了吃饭的家伙，没让他走路，是吧？但是我们教育的改革啊，尤其让我们这种啊不在教育体系内的人来说啊，基本上是毫无用处，因为人家根本不问我们，我们也就是骂骂感到一点啊痛快而已。因为我们这些人也都从高校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研究生，是吧？给大家说一个很残酷的例子，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考试的外语题是中国第一难，超过北大清华。所以呢，我们用磨坏了刀子高举起来杀人。今年报我们所的博士生56个，10个人没来考，为什么没来考？一看外语卷子就晕了，就不考了。剩下46个考的，只有3个在52分以上，其他通通杀光。这样的体制，老实讲，毁人呐，毁人呐，还不敢。而且我们很多，我们社会科学的，我们很多的文史哲的这些，不需要很强的外语呀，怎么也这么考法？所以我觉得，教改问题扯得远了哈，我们讲的是政改。怎么跑到教改去了？教改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了，那么今天的提名环节很热烈，我们这期讲座之后，我们把史老师的 PPT 还有他在昨天在主要区的讲座都发到街大同济人民讲座论坛上，好吧？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第三轮提问就到此。你有什么问题？你说的是，那你的意思是中央层级比较好，地方层级比较差？中央高度集权导致整个管理，因为国家很大，就是说差异性很大，你一刀切的形式管不好。那么各层级的那些政府官员，他只是低抬头在观望，上到什么精神我怎么做，没说就不做，会根据自己所管辖的区域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些创新性的做法，或者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针对，所以他们的这个问题，就有人对他们下的定论比较差。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您觉得应该怎么才能提高他们的一些执政能力，真正实现这种服务型的这种政府体系？好，那就这样了哈。这个问题呢，是实际上行政学一直在研究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要这么两分法来看，就说呢，中国各个层级的这个所谓的执政能力啊，或者叫政策执行力，我们现在用了这么一个词啊，不管它叫什么，那么其实它是可以分成好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省大型的，就省级啊，这个省级呢，省级有冲动力，为什么呢？很简单，省级有一轮比拼，不拼经济就拼政治，要不就拼别的，最后把自己拼得中央去。所以省级，你不要小看省级啊，省级往往在动作上头快于很多事情上快于中央，甚至他的敢作敢为上快于中央，否则我们很多试点就没有。这是在省级上啊，这是省级。还有市级模型，
就这个市长，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求和这位同志啊，这是被南方周末定为中国最有争议的市长。哎，他要来干一个东西出来，他要改革，那个绩效就非常高了。而且他的那种统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威权统治方式，但是他很快的把这个地方给你搞得有声有色。然后你看他又到了江苏省，他当时副省长，然后现在跑到昆明市当市委书记去了啊，又把昆明折腾了啊，睡个觉都不行，对吧？这是市级性的。还有县级冲动型，也就是说在这种冲动型的之下，他的绩效其实并不低，这是一类。整个第二类是完全服从性的，你刚才说的就是你推推我动动，你不推我不走啊，这是第二类。那么第二类呢，这种人呢，这种形态呢，老实讲他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我尤其到了最基层，任何事情一定要做做到基层。到了最基层，我们问过北京市的一个干部，一个乡镇一年接受的任务348项，不休息勉强一天一项，他还怎么来做？只能哪个催得紧我做哪个，应付。其实这是一种，因为这是你说的毛病，就是因为中央集权，而整个资源是从上分配到下的，他下面只好，他不是服从你的脸色，是服从资源，对不对？然后他来糊弄你的脸色，是用指标把你对付，是这么一个体制。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是来自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激励或者要求，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也有这样的例子，大量的出现为了土地干起来，你出不出警察，是吧？因为什么械斗，水干起来，你怎么？就说突发事件又不得不检验政府，而在这个检验过程中间，你要慢了，就退不起。问责制可能就到你这儿来了，就像这个，所以我说呢，中国有一个病，我们研究公共政策，大家都知道一个通俗话，叫做两会中和争。啊，什么叫两会中和争呢？就是我们三月份开两会，千万阿弥陀佛别出事儿，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全集中去开两会去了，真的地方出了事儿，没人在位，不好决定，无法负责，这其实是我们体制造成。我们一再呼吁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敬人大，啊，只要政府首脑进去就完了。别我们把前三把手通通划到人大里头去，一开会你们全在那里头，啊，湖南就是出了事儿了，领导回不去也被搁在那，你还怎么采取？你想动，你倒想动，你怎么动？所以呢，应该说，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它的好处是。中央插向地方，如果说出现紧急事态，它的能动性会非常强。它的坏处是因为层级太多，底下产生的惰性，这就是所谓的惰性政治啊，这是它的坏处。中央集权一定要跟这个坏处不断做斗。所以我们过去我们监察制度里头使到了最高层级，今天我们也在使到所谓督察员，就是过去都是只见一个小小的机构，很低的这个品级的人来监督政府机构，过去的御史的这个官职都非常低来管理就够了，完后就不行了，因为这个惰性太大，就变成了派一个更大的机构来，然后就变派钦差、派巡案，是吧？最后中央政府首脑亲自出马，到这时候这个政权就快倒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各种方法都使，我们才还会发现你还无法激励惰性。那么实际上这里头当然受制于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一个是本身的作用，一个是本身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公务员体制越完整越完善，以及我们党管干部这个体制越刚性，党内越不民主，
干部自己这种发展的这种期望值得不到落实，他会是什么？这其实是产生政府作业的最基本的因素。你如果说一个乡镇的干部，你让他在底下干了十年，你还让他升不上去，他就倾向于不干，所有的事情都错。但是他三年就有晋升机会，所以为什么有人反对说乡镇改五年不好呢？就是因为你拉长了他晋升的机会。所以你我们的激励机制又不像战争时期，你立一个功就很快的起来，在和平时期是要慢慢来的。那么这个慢慢来呢，大家又所以徐勇为什么谈他党内民主的时候，他谈了一个机制，就叫领导资源分配机制。他是想通过领导资源的分配来产生一种激励机制。啊，这个呢还有待实现，好吧？啊，反正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好，谢谢。谢谢石老师，今天讲的，下期我们讲的。石老师，可以。哎，好，谢谢。哎，好。